新回國兩週年，大表我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唔請啊，講明。咁咧，大家都知道新回王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如果想見下我、鬧下我、踢下我，或者就嚟摸下我，希望大家盡快報名。21號截止網聚之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大俾我天啊！華南最大嘅電器香港廠商，佢關閉深圳公司。呢個係一個關閉潮，尤其所謂嘅外資撤離。咁呢間公司已經有338年嘅歷史。呢間港資電器企業喺疫情經營情況進一步惡化，喺聽日即係今日18日結束經營。呢間香港新馬德電器集團旗下的新安電器深圳有限公司，全盛時期在中國有廣東省有4間工廠，僱傭超過20000名的工人，是華南地區最大的電器製造商，主要是幫飛利浦和一些進口的名牌做代工。曾經在中國獲授加工貿易出口百強、誠信 AAA 企業這些榮譽。今次涉事的新安最高峰期是有4000名員工，現在只是得回900人。4間工廠先執1間，咁其餘就大家睇下啦。實際上由4000人跌到900人，咁你睇下生意有幾好。飛利浦嘅訂單都少，咁你就知道而家中國嘅工廠係幾難做，因為港資呢間廠雖然有4間，最主要係做出口嘅，即係話做代工，做好係出口去翻歐洲、去翻日本、去翻其他地方，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內需出問題，而係其他嘅產業鏈轉移咗，而有啲根本上喺個疫情仲未復甦。你開返廠都冇用，咁港資廠都算係良心企業。喺呢度佢承諾咗會依照中國嘅勞動法賠錢。但係而家中國嘅工人係咪賠錢就可以了事？你問佢哋，佢哋更加需要嘅係一份穩定嘅工作，而唔係賠錢。呢度好得人驚。因為你亦都睇到而家中國好似旋風一樣，我哋成日都報道好多嘅廠執笠，好多嘅廠執笠。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厚顏無恥話：哎呀，投資大灣區，你見到港資廠執笠，甚至你見到空姐牛肉飯嗰個年過50嘅空姐空媽啦，佢而家賣緊嘅樓盤一樣賣緊珠海。啱啱好債務違約嘅一間國企嘅樓盤，佢話你放心，你可以大賣，但係佢債務違約。盲目口號式叫香港人上去投資，結果你領嘢。咁當然你見到新安呢間公司，佢哋投資咗38年，即係話賺就賺過啦。到今日已經睇唔到任何前景。其實講來講去就係外資要走，你做代工廠你不得不走。我唔知道新安有冇將佢嘅廠轉移咗去其他地方繼續服務呢啲所謂嘅國際品牌。有嘅就係產業鏈轉移，冇嘅市場經濟亦都令到中國嘅就業率雪上加霜，你唔好同我講一雞死一雞鳴，根本上不可能。呢個係一個趨勢，係不可逆轉。所有嘅嘢，所有嘅判斷都係乜嘢？都係一個趨勢。
即係我望住你，你今日賺十萬，聽日十萬，前日十萬，跟住見到你越來越好生意，即係你未來揾更加多嘅錢，所以值得投資。但係當一間廠唔掂，兩間廠唔掂，第三間廠佢都問：喂，再繼續係咁得唔得？如果唔得嘅話，不如設廠搬去第二度，確保自己嘅生意。呢、這個就係所謂嘅趨勢。其實港資撤離唔係因為三星，唔係因為日本廠走。其實香港，你問下中華廠商會呢啲廠佬，日日講愛國愛港，佢哋而家喺中國仲有乜嘢投資？你話俾我聽。根據我所認識嘅，其實香港最多嘅係咩廠啊？玩具少少嘅電子，電子嘅比例越來越少，玩具啦，鐘錶啦，但係鐘錶用嘅人唔多，真正多嘅係乜嘢？真正多嘅係製衣，因為香港就係用靠製衣起家，喺十幾年前開始，好多香港嘅廠家已經睇到中國已經唔係佢哋心目中向往嘅中國。他們已經陸續地搬到埃塞俄比亞和越南，我自己認識幾個朋友，其實都不算朋友，只不過是我家姐，因為我家姐做了製衣幾十年，我細家姐都是，尤其我細家姐曾經在羅氏針織廠做，到最後羅氏搬到珠海的時候，甚至高薪聘請我細家姐去那裡做指導員，我細家姐不肯。但是他們的朋友做製衣廠的，有些已經丟空了東莞的廠房，然後我們收租，實際他們間廠製衣這方面已經搬了去越南，不是今天發生的事，是從來都發生緊。其實港資廠在現在在大陸的投資是相對少，投資房地產或者其他的餐飲業可能都有，但是這些所謂的資本運作香港人是做不來的。所以張宇仁這些所謂的工商界自由黨，他們相對是什麼？相對是偏向香港，直到張宇仁現在壟斷了自由黨。為什麼？因為事實上自由黨這些商家在過去十幾年投資大陸都並不順利，甚至他們都已經意識到沒有辦法可以在大陸找到他們心目中要找的錢，撤離是他們唯一的。所以你見到近十年自由黨講的東西越來越中間，越來越講道理，因為利益已經不在中國。你也可以見到田北辰、田北俊兩兄弟，田北辰還是有多少知以千的門市，但是經過這三年執得就執，在中國的生意已經大不如前。所以你見到田北俊在完善選舉制度底下，他都講了很多的人話，而田北俊已經過了逍遙快活的一生，中港沒有講都費事，你就看得到，即是一班商人或者一班廠佬已經對中國的市場和中國的產業鏈他們並不看好，走的其實這十幾年是不停地走緊。這間公司只不過來到這裡，因為它規模有咁上下，你才見到有報導，如果不是的話，如果要報道這些新聞是日日有、年年有、月月有。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可以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大飛看天下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今天沒有聲，因為昨天做了三個節目，兩個錄播一個直播，跟著做了八條片加一條一人不收聲。咁今朝早咧做節目嘅時候咧，已經做咗一個錄播，我覺得我自己好瘋狂。
所以今日真係冇咩聲，可能做多一兩條片要停一停，因為而家大肥安天娜或者大肥咧想開拓，唔單止係政治嘅評論，係開放我有啲好想做嘅題目。拜拜。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廿幾年，為18至47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嘅移民課程。全程学费港币150,000内，无需雅思成绩。我哋为18到31歲嘅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有护理资格嘅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办理劳工定居签证，冇年期上限。我哋亦都为50歲以上嘅港人申请居留签证。澳洲比英国更易揾工同入籍，无论喺香港、英国、台湾嘅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啲揾 Christy 啦。